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与闲观》。这个文学家啊，他去形容一些事情啊，就让人家觉得呼之欲出啊，那个东西的一个鲜明度、立体度啊，就好像我们就能够在眼前得到一个非常鲜活的印象，而不是只是一个叙述简单的一个文字啊。譬如说形容眼睛啊，水是眼波横啊，眼是水波横啊，这个山是眉峰聚啊。这个把那个眼神，把那个眉毛跟眼睛的一个呼应啊，点得非常清楚，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啊，这个文字中似乎把那个器官的一个功能更有一个意义层面的这个点醒啊，而不是只是说，我们视觉是 1.0 啊，视觉是 0.8 啊，有白内障啊，有视网膜这个方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呈现的意境啊，层次啊，这个。感受上完全的不同啊，但是这个要变成这样的一个灵活灵现的一个叙述的时候，其实眼睛的一个结构啊，这个非常非常复杂。譬如说，大家想说黑眼圈呢、那个有些人就特别会去呈现，理由在哪里啊？倒也不是说他熬夜、特别严重的一个状况，他先天的结构可能就有点异常。这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眼球附近啊，不管是眼球里面或者是皮肤这个情形啊，都有很丰富的一个血管。所以这些丰富的一个血管在我们的眼窝旁边，它也有，这里面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静脉，这个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静脉如果离皮肤的一个位置啊比较靠近表面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它就会比较明显。那年轻的时候，也许啊就已经会呈现出黑眼圈的一个状况啊，就是因为静脉相对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它的一个眼睛的一个立体结构比较容易有阴影的时候，这里就是我们在下眼皮这个地方容易出现黑眼圈的情形啊。那整体这是我们的泪液的分泌的地方，然后分泌到我们眼球表面，再透过鼻泪管，那鼻泪管它也是在鼻子这边，那么眼睛附那个比较靠内侧这个地方也有小小的一个管子可以通到这里啊，这样这个眼睛的一个流露泪水的一个保护，它就能够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眼球表面了、来做这样的一个滋润的一个动作。那个眼球，所以看到东西视力很重要，可是眼神啊更是啊，那个似乎难以捉摸，但是又让眼睛能够画龙点睛，真正成为灵魂之窗的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啊，就是眼神。所以你看看这个画作中去呈现，像这是圣母，这个圣伊丽莎白，圣伊丽莎白就是圣约翰的母亲了、那么把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一个小 baby 的一个形象跟羔羊啊等等做一个结合，眼神，小朋友有小朋友天真的眼神，妈妈们有那份的一个悲悯的眼神，这个从画作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那有这个呈现出这样画作的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是在比较早期啊，可以去感受得到那种。他们想要把那个圣者去把这个教义要去推广，困难重重的一个状况，用画作，用连续的画作去呈现的。这位是意大利的画家，叫乔瓦尼保罗，他就把圣约翰，这个是圣约翰，这个也是圣约翰，同样都是啊，这个表示这个人原来是在居住的一个地方，深宅大院。那么走入荒野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在那里面传教苦思啊，最后呢又选择又回到人群中啊，你可以看到这一样同样的，但是用这样的画，这个画作中有一点连续的一个作用啊，起承转合啊，再进入同样的这个人群中，在人群中后发生什么事情啊，后来被抓，所以在监狱里面，这是在监狱，那大家不舍的一个状况。他为什么被抓呢？因为这个得罪了当权，
这个古代就这样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是叫西律，那在当地的这个国王啊，西律。那他跟西律讲说，他娶的太太叫西罗底啊，这个是他兄弟的太太啊，所以不太符合伦常啊。他认为说你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啊，他生气啊，就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以后，他又忌惮说他这个民间威望很高的一个情形啊，也不敢杀他。但是呢，有一天他生日的时候，西罗底的女儿在这个地方跳得曼妙生姿啊，然后国王非常高兴啊，就说好，你需要什么礼物啊？结果他要的礼物是什么？圣约翰的头啊，是恐怖的这个情形啊，这个头，所以当时化妆，你看哇，这非常残忍的一个状况，然后把这个头拿下了以后献给这个国王，国王给他的一个状况说，这很高兴啊，所以人的这个历史里面，包括宗教的这个历史这个不忍触目非常恐怖的一个状况，也表示人心呢确实需要净化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从他那时候的一个画作，他从好几个一个片段中来拼凑出整个的一个全貌，医疗非常类似的一个状况，三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那么车祸发生神志不清那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得到，这是脑部的电脑断层，那里面脑部有水肿的一个情形，有出血的一个状况，这个已经是急性期过了，已经把它头盖骨拿掉，这是头盖骨拿掉，所以医疗上我们有时候因为脑压增加的一个关系必须要把它这个减压，因为脑压增加的一个结果，我们的脑事实上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了，因为头颅骨在这个地方，里面就是我们的大脑、小脑这个积水的一个这个脑干等等的这些地方，如果这个空间因为受伤，那么因为它里面有出血的一个关系再加上因为里面它可能产生续发的一个水肿的问题就好像我们撞到我们的腿，那么不只是这个有淤血的一个状况，它也会肿，一样脑也会肿，而且脑很会肿啊，因为像米糊一样，因为发酵那种成那种样子很类似啊，它肿得很大，肿得很大的结果就会使得我们的脑压，这是我们在测脑压的。钻一个小洞测一个脑压的一个状况，它就会飙高，飙高的结果不是只是一个数值而已，它会压迫到我们其他正常的脑细胞，正常的脑细胞原来没有受伤的，它也可能因为续发性脑压增加的一个结果而让它失去功能甚至于变成脑死的一个状况都是可能发生，所以怎么去减压，除了把那个血块拿出来以外，也必要的时候神经外科的医师会跟家属做一个商量，把头盖骨做一个拿掉的一个情形来做减压，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脑整个萎缩的这个情形所以到时候也得把它头盖骨补回去补回去。我们常把病人的这个以前放在他的大腿这个地方皮下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未必直接放在骨骼银行里面也就可以或者是说真的没有也无所谓，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用人工的一个骨头再给它放上去，或者是用骨水泥的一个方式再给它放上去的一个状况，当然同步也要解决它有些水脑的一个问题一并帮他解决，所以可以拼凑出这个病人其实复原的过程中非常辛苦的那样的一个受伤以后，医师的紧急处理，后续的一些照顾复健这个都是旷日费时，而且达到的一个效果要很好，都需要各个环节的大家的一个努力才能够让这个疾病能够得到控制。所以在急性期的时候，这个出血的一个状况是我们第一步要解决，然后他出血所引起来血压脑压的一个增高的时候，他的危险性并不亚于出血的一个状况，同步要处理，处理完以后脑压控制完以后，接着做复健等等的这个中西医整合的一个治疗以后，必要的时候，不是必要的时候，绝大多数还是要把这样的把大这个骨头拿掉的地方我们跟他补起来，为什么不补起来的话，这个很容易受伤的，一撞就直接撞到我们的大脑，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所以才需要这个旁边这么大一片的一个区域，这其实都是补起来的一个骨头那补起来骨头就能达到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的时候，这个病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复原的状况，一个一个片段的一个画面可以组合成健康的一个未来。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宗教的历史人心还是需要进化。来，你收看，再会。